用车大地讲堂总技师开始。好，来开始来讲吼。那最近去学校开会，啊，这里肿瘤科吼，肿瘤科有一个叫做 conference， 就是提出来大家提出来讨论，啊。我有个这个治疗跟这个整个经这个啊都癌症的这个趋向哈，现在变做开始慢慢啊进入这个自然天然的药物啦啊，有这个趋向，所以参加的中医跟西医拢有，中医的用的传统那一套哈。我就讲，爱用咱台湾的物件吼，也是用迄天然的农产品来处理吼。所以大家发现呢，哎呦，这个恢复到自然啊药物的本草的这个现象哦，它那来需求性那强啊，西医啊，第二要加汉医啊。啊，是咱台湾的本草吼，要甲变作科技化。啊，科技化中医都袂使用，啊，民间也袂用，啊，你家己食无紧，啊，你也袂买变作爱学迄个生化科技公司去把持掉咧。所以，迄款物件卖出拢足贵啊。啊，到尾又摕几项物件，哦，底下咧介绍，我讲。哦，迄互恁安尼母咧较地哦，善良人食袂起啊，啊好野人吼、哦，感觉讲这爱国较贵啊呢，你知我意思？过来战争，战争随时爆炸嘛，即马北韩吼、哦，你也无来含我战争北韩吼、哦，伊会感觉真无民主诶，迄、那个战争因是伊讲个性。来战来战，你又我无你啊！你惊我嘛？来战来战，安尼啦吼。按人讲，迄款少年囡仔吼，唔知影战争遐恐怖哩，吼。所以咱爱好好啊，去考虑讲，哦，我未来真紧张嘛。咱生活紧张吼，不安吼，咱有胜算好可，一般人无。飞弹被拍到圣山来哦，咱有圣山，迄阵恁那知影讲哦，咱这圣山诶，这个叫做自我防卫机构吼，那较强啊，对无形甲有形啊，所以圣山是有饭大家食吼，啊无饭有人提供吼，这款情形，那变成一生命共同体吼，生活共同体，个天命共同体。其实台湾人对咱足好个，恁即马咧食鸡卵糕着？鸡卵糕安怎来？咱也知影讲鸡卵糕安怎来。咱讲高龄产妇吼，几岁开始就高龄产妇？35以上啊，对吧？啊，40就足惯个啊，对吧？几点啊，对吧？咱这50个。啊，佫生龙凤胎，啊，恁今日食的迄就是50个以上的，即龙凤胎。地震伊迄是40个，咱拢甲祝福，吼、哦，50个即拢嘛爱甲祝福，迄拢台湾神带遐囡仔来投胎呢，所以即个囡仔特别巧。哎，啊，恁食着迄个蛋糕嘛会足巧。所以我咧讲，天哦，人咧做咧啊，天可你成功，人有拍拼啊，天可你成功。这个中间靠一项信仰，你爱信仰台湾的心。安尼，战友因妈妈吼，英英都拢祈祷咧，
台湾人啊，我哦生一个查甫孙哦啊，结果我甲看看，哦，恁遐拢超过五十啊，嘛要生吼，佮硬去做迄个试管婴儿吼，迄敢袂成功？啊，大家求求，炸求咩啊求吼，如果台湾人那无插啦，袂使，安怎好生？啊，新妇嘛，正甘心嘛。甘愿生啦吼，去接受，那生下才水个，哎，像迄四十年迄嘛真水，哎嘛那有可能自然生产，哦，啊所以，这个无形中迄个力量吼，咱这个信仰吼，我决定了。啊，信仰不是没有代价，就是普通时咱爱去付出嘛，舍得付出了哈。哎，我感觉啊，我做做我来，我不一定要出钱，我无钱，我来出工。啊，我忙做嘛，忙学你了。伫圣山会用学，活到老学到老嘞。今摆要有咧做孝顺的人家去。哦，啊，你袂歹啊，歹恁这拢会用赚足侪钱，会用开工厂啊。因为其实那些孝事吼，家己做会上好，啊免惊污染。孝事有基本原理，我阁讲一遍，因为大家人拢直直问讲要哪做，要哪做，我讲哦，讲几下摆啊。咱若要做了较好食、较香的吼，你莫谈其他，你都。往来陪木瓜陪喔、哦、你若要吃切瓜啊他用四瓜陪啦吼。啊咱若无要吃咱往来陪木瓜陪加甘仔陪柳丁陪甘蔗类吃吼。啊油啊也可以。啊你甲一罐啊准讲这大罐喔你甲扣酸软堆是吃的果皮啊。啊洗清气啊莫讲安尼去其他人的就早来就甘露。洗好清洁刀，啊，洗好清洁的时阵，稍微压一下，把迄、那个包啊吼压一下，去无抹遐淡，安尼就好啊。然后三分之一量就这个，另外三分之一量就是醋。啊，有人讲我阿妹去对买醋，啊，买醋都、公园处啊，人有规桶的啊，啊，买来倒三分之一醋，啊，三分之一是啥？过另外三分啦、啊。红糖啊，红糖啊，哦，砂糖比较不好了。砂糖因为较无矿物质，哦啊，红糖是较无精致化，但是有矿物质啊。啊，就甲坑了很多。有个人讲坑黑糖啊，我黑糖较贵个，啊，就红糖。啊，你落去哦，有人讲坑白个会使，我讲哎呀，你若买白个嘛会使个。我讲坑币会使，你要坑币更加贵啊，会使啊，哦，啊你甲坑落哦，这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安尼做好记的哦，要无记起来，佮讲哦，然后了后用迄挂哦，卖看作物来你听，安尼挂来就好，啊用啥物汤，上好的是吼、哦、玻璃啦。哦啊，普通的吼、哦，就是迄、那个啊不，上好的是暗光啊，暗光恁听，啊即马无人咧卖啊，足只哦，迄你嘛光袂叮当，哇，迄暗光啊用较甜哦，哇，你食咧足久诶，啊都一般拢用塑胶，啊塑胶落去买咧啊都一般较厚迄款塑胶吼，啊你塑胶也要用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水搁较强强，搁洗过吼，上好温开水搁烫过啊，那都 OK 打起都好啊，都开始做啊，你听。咱圣山是用迄龟烫的，哦，啊，迄已经拢消毒好啊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啊，用两三天啊，个拉一个，两三天个拉一个，啊，唔好去晒太阳哦，晒太阳会爆炸，是安那爆炸，因为它的酵素分泌太多。因为晒太阳很热，所以迄内底迄个酵母哦，吼，大概安尼，安尼起来起去火气足大个啦，那一直放屁，啊，
还喷出来哦。啊，所以不能晒太阳，就是用个清凉的啦哈。有风吹啊，卖直接晒日头啊，卖直接晒日头，唔是讲拢无日头，卖叫晒着日头，啊，就那三工啊，去个拉者晒者。第一礼拜，第一个月会产生酒，所以酒足紧急的哦。一接起含葡萄酒，赶快做好啉。你若要食酒，就第一个月提起啉，第二个月就变作醋，第三个月就变酵素。酵素一转化，有人讲糖尿病那也使食下甜，那个转化的叫做什么？叫做酵素糖。转化糖，迄款甜高血压不爱食，啊高血压是不是都爱食甜的？啊有人讲啊，煞有真正有影啊无你啊，你都看高血压上侪，你都甲治嘞。好啊高血压，我去伫遐，大家食啊痛啊吼，迄爱个等，迄时间啊袂到。啊你啊高血压偏着较紧走，这 OK 啊，你条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咱口感哦，食袂准啊吼。咱逐项食嘛，甜甜，所以，咱要做的物件，我拢家己自己试啊，我都家己自己试，试看嘛，试看讲啊，这到底是啥物？啊，咱加推广，推广出来。较早修道人啊，我听迄个天地教安尼师尊吼，伊在讲，因讲因咧修行吼。阿妈食素个啦，哦，啊，收到尾啊吼，嚯，迄规个代谢吼，迄规个新陈代谢足强个，啊，大家人拢火气安尼足大，啊，才使用规趴火。因讲迄个时阵足焦躁啊，急躁、焦躁，因为脑部在燃烧，困袂起，无多困。啊，个古早也无咱这边的迄个爱困药啊，吼，啊，食了讲啊，但是咱这爱困药啊，提互因食吼，他们认为这个毒药吼，伊等到会甲排掉，所以因这款呢，未使食一款爱困药啊，镇静剂啊，啊，因都爱食啥？所以那阵他确实要爆炸，足焦躁，困袂起哦。啊，感觉哦，我作烧作烧，但是去尿吼，啊无烧啊，无发烧。啊，伊怎啊家己发病？我快要爆炸了，要怎啊办？啊，医生啊讲，那你最好就关到冰箱里面了。啊，到尾啊伊无法度，伊就去做一个冰膜啊，就是迄个冰格吼，中间挖一空吼，啊变做膜啊，啊用迄款啊做。囡仔甲做做诶，怎啊甲落去啊？啊，好一点安尼，你听吼，快爆炸！因咱人无经过这关吼，食这买，食这一关啊，这样啊。咱有清凉药，这就清袂到，啊，就过好困啊。啊，这关啊过吼，自然无管你安怎落，生命力很强。结果时阵，他去请教因的老师，啊，我按恁拢讲啦。因老师讲，我们要炼丹呐，要炼丹呐。所以，老子有一个丹炉，迄阵咧搞是啥物啦？搞老子迄个丹炉是啥物啦？到尾伊再甲弄一个病去，哎。啊，搞丹炉。甲冰雕伊迄个，甲迄老祖的丹炉拍掉去的，孙悟空啊，哎，迄个搞怪啊，你练什么丹炉？我讲无就甲拍掉，哎，迄练丹炉就是，他是练药草、药草，啊，药草的人啊，练迄个药草的精华变作镇静剂啊，呢吼，还有练。都爱有人顾啊，啊无好，我气味足香啊！啊，迄食落了，哦，叫做好困的呢，好困。啊，因食的物件是食啥呢？因修炼到尾啊，火气足大，是食啥呢？
食竹仔的叶啊，竹叶。观世音菩萨唔是咧指定啦，迄要用定定啊，啊伊提指定啦，迄个啊，都竹仔买下来咧叶，去往我得感动，迄个啥？迄间暗示，下早时吼，透早起来四五点天还未光，未光的时阵会生迄露。哇、哦，那个烧酒迄个露，啊，提来啉，吼、哦，都清凉的，什么火气拢无去，你听。咱即马有迄个阳光，你透早拢去烧的，你家己搁啉无够嘞，啉了嘛火气正大，是安怎？烧忝嘛。啊，所以，因那拢去，菜所拢是迄个土地啊，火气也袂遐大啦，哇，舒服。来，整个甘露来啊，就是安尼，就这种诶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所以，即卖医生吼，伫医病啦吼，中医西医拢同款，唔敢真正诶下药啊。你啊，医生较济，我食落吼，哦，就几汗尿，我食了，哦，反应较大，伊就无爱食，伊就搁走去吼，迄药啊，你无管甲开一个月，伊就拼咧去找北京啊，啊，找北京讲，哦，我伊拢咧食口味的，啊，无我拢开甘草丸咯，食倒个，哎，啊，然后哦，食了真爽呢，搁好食，阮囡仔拢要食，啊，会好袂好不管了。了，叫做安慰性治疗，真正治病性治疗要改变咱的体质咧。即卖医生不爱开啊，拢顺利的医术咧开啊，较袂医疗纠纷啦。因为即卖的人哦，甲食药啊当作食饭，我食了口味袂合，我要换。啊，你卖药啊嘛讲啊，哦，只歹只口味袂合。我来换，因为健保太方便了，一间未下换一间，所以哦，即马做医生，你也咧医迄个红斑性狼疮啦吼，啊一挂慢性病吼，这个患者也无足相信这个医生哦，啊这个医生也无正方相信哦，足歹医好这个病。阮小弟啊，阮小弟啊，诶，这个老二吼，基情啊，我伊即卖嘛做个味道，伊一款病，无方你先去往看，大家拢讲这无医，到尾啊，那个讲，啊，我一个哥哥都上诶信仰够无，我讲你也要我看。你爱食药草用怎？我拢开药草好食咧，食个迄红斑性狼疮即嘛，总退掉。因第三下骨喘 ，OK， 食个即嘛也拢好起。安尼食几年？红斑性狼疮第二个迄个，上少嘛食七八年。啊，家己安尼怎咧？啊，食到尾我免怎用泡诶，用冲诶，用煮诶都。我、哦、那、啊、开始用住了，啊，这有耐心的呢，啊，无就宣布死亡，迄无效，迄先天的遗传的迄无效，那我迄个无效，甲你生出来会影响到遗传的是三分之一呢，另外三分之二咱家己会用去治疗呢，俺、啊、有信心无信心呢？还有信心，但好奇啊，今麦好奇啊，今麦来拢是吼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啦，爱食素，所以伊即马阿鸡吧吼，看到爱食吼，鸡笼腿啊都啉来唔敢食，爱就讲伊食素食。我讲你腿拢阿敢讲食素食啦，人家未请你食鸡吧？哎，哦，人伊啊棒球选手，哎，啊第三黑骨汤，佮即马都无法做啊。所以不是药物没效。是咱无要去接受个，咱未去接受个，啊，哎呦，两贴都无爱啊，还要食你要作未爽个，啊，无爱。大家拢买是吼，下早啊食阴暗阴寒，无讲你爱食西药好了。
西药的治疗的药啊吼，拢足痛苦，拢是较毒。西药的治疗药其实是拢杀死消灭抑制，啊，迄抑制好歹总来啊。所以西药吼，我迄阵选汉医啊，我无爱选西医，因为我感觉迄种有一点不太恰当的副作用，吃到尾啊，头起先吃，身体还排得掉，到尾吃到尾啊，副作用出来就是因为他那个药排不掉，都生不如死，你想，无吃阁未使哩，啊，要吃阁强强，就这样。汉药咧吃吼，就惊农药了吼，农药太多了吼。啊，所以咱选汉药无农药的，个加天然的吼，都是爱它的精油哈，要很多。迄款精油蚊仔虫唔敢话免施肥，啊，个迄农药吼是腐蚀结实，阿爸腐蚀红掉，迄个药物啊，草本药，目睭被困的毕竟去山顶拢有诶，迄种诶，迄个免施肥。我讲看伊去后壁是一片空地啊！哦，我迄阵爱猜猜，迄阵打麻药，他那个是高塞了，他在靠高啊底下个呆呆哦，高啊迄高塞用呆。我即马熬迄奇怪的树木呢，看那草拢臭不了，迄个提来做药啊，马上都发展了，迄种药材嘛，但是量不够多了，普洱茶。茶吼，较好的是伫迄个西双版纳呀。西双版纳是这个较边疆的山区去，哎呀，大樟树啊，哎呀，无咧树火，要树什么火？你像大坑，你摸都摸袂叮当，遐去树啊买去滴滴菜呢？哎，买遐树啊，为只大叶啊？哎呀，讲哦，这茶味哦，啊，你摕来煲煲看嘛。你当薄薄嘴白白龟，什么意思？涩甲要死。所以迄度爱经过发酵，你喜欢做大个那个做植物。所以一张地球吼，因中国一张地球，唔是咱迄 A A 啊迄吼，咱迄是 A 杯底迄吼，迄是输回来。咱迄真正足大张啊，咱要透天啊！一张地球是饲一区的。诶，老百姓咧，所以因咧拢动员去买吼，哎，树啊上旺嘛，啊，你要等下落来，迄个都无得做地啊。所以买落那唔落的时阵，较紧直直去采哦，未使用迄个机啊，怎啊对，规机啊咧甲采下未使咧。哎，人那高山啊咧白啊咧直直采，直直采，啊采采，因为你要人工上啊，啊采采创啥？他现在也讲，我都无花销，我都无倒花销啊，所以他就把它捣烂了，甲插插插一碗咧，暖暖咧吼，迄味真呛。啊，暖暖了后，我搁爱烘焙，搁爱技术面，因就迄个包起来吼，用一空，迄土啊，用一个土空，啊个袋咧甲盖起来，啊要袋以前吼。家己一块是点那饼咧，啊个砍起来砍咧差不多，阿公砍五年，哇、哦，这足贵啊！砍一个月，哇、哦，这真俗，一个月就花销啊！一个月你甲开开吼，唔是看起来唔是地面呢，是安那乌乌外口够生菇呢，我爱生菇味足重足重的呢。啊，印度沙姐过来，过烘过，烘过了啦，用个钱钱，过甲切做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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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包安个纸包咧，啊，迄纸拢因附近的纸嘛，所以迄拢做严实的，无像咱台湾咧做纸做纸只属于即款纸。哦，那现在包包咧，啊，就甲邓姐咧讲，伊是对说啥咧安尼，哦，啊，叫做普洱茶。所以普洱茶较早卖台湾人哦，因为一地拢算台湾人
十块、二十块的代票啦。啊，咱台湾过诏书过来吼，伫个台中港务遐咧买吼，迄一片安尼吼，是拢卖差不多一百块啊。啊，这足臭铺味的，迄叫做新地啊，迄新的，迄阿袂臭铺阿袂贵。我大概对底下泡噶，我即马中国人吼，你即马过去中国去佚佗，伊嘛咧讲普洱茶啊，你台湾人喝的那个就是那个不行，那个会有肝病。其实搁较好的茶嘛是经过做这个程度啦，啊，到尾啊都袂臭铺啊，你啊迄个个用咧半年过都较袂臭铺啊，啊，像那袂臭铺你甲喷酒精。喷酒精了，个风干铺晒都袂臭铺啊！啊，就个干，个较干，哦，啊，这就较贵，哦，爱就来讲，哦，这个，哦，你那边哦，几千块哦，这个本来五千块一片，五千块，现在卖你们哦，我们大家住几年哦，你们几年以后，五年以后啊，三年以后再来，我们一倍的价格把你买回去，讲讲你个买几千啊，哈，一片，啊，你个去到迄个所在讲。哦，这个以前在这里买的哦，哦，一倍够给人加倍买回啊呢，哎啊，大家会去给他们加倍买回吗？给几套几面呢？啊，就安尼骗咱台湾人买唔买的掉？啊，即马咱看到拢民视的震惊哈，哎，叫做红色加胜利的战争。啊！这迄阵大家要面试，就是讲要给台湾台独的台独派有声音，来面试。到尾啊，头一阵经营派经营，唔知咩啦经营。啊，美国回来啦，美国迄头来台湾阁未下，啊个啊广告吼拢强刁难，所以到尾啊，就去找迄个统派嘛，啊唔得去找陈刚先。陈刚是带一群人来啊，都啊拍台语片啊，其实我看了都袂爽啊。伊拍台语片拢是中下层，中下层讲台湾话，伦理逼格诶，安尼款诶。伊迄个通底价，伫面顶拍这恁爱看这個，拍互恁看，所以感觉讲台语诶拢矮化啦。哦啊，所以错干落酸，无了肾脆皮，拍个托卡底下干干叫，查某囡仔去红球，还是妇女同胞红球啊？迄封建呢？封建主义，啊你啊拍迄个叫做北京话国语片啦吼，嚯、哦、英雄豪杰啊，你听，啊就感觉讲，这中上层诶，盖过上呢，所以伊这个。讲他们宣扬台湾文化，放臭屁！台湾哦，电视台敢讲我是台独的吼，都干那边死啦。其他像三立，唔敢呢。三立你想啊，说出你个个，你老板爱出来讲台独嘛？我支持台独啊！老板出来讲，我就说出你就开始管啊！你听，爱做的节目就搁较好，你听。他敢讲呢，你唔敢。这内底推销了上成功就鸟章猪嘛，鸟章都推了上成功，讲比灵芝较好。啊，鸟章猪都灵芝，都灵芝的一种，还、啊、是用伫鸟章尔。啊，你们海西鸟章树人拢去甲错啦，错错的要淹粉嘛，啊淹粉甲吸收迄鸟脏的营养嘛，是用迄灵珠落去种。啊，种有话种无话，即马未富起嘛。啊，有话无话，拢变做啥？拢变做鸟脏嘛。伊那含种的迄个地基嘛，甲萃取嘛。啊，其实这食久无好啦。阮拢有做实验，食久无好。我教恁先怎种啊？我自主题我提有啊，一点啊自主题就好，我种到满山满海啊，是安那不啊？那是破坏大自然，好所有的好种的拢死去，好种的拢死去。那树啊头啊，那青青你甲种的，
迄个也都凝珠起来，迄种就要熬起来，变做废土，破坏森林啊！哦，那无安。啊，咱这哈，咱无爱叫伊种地里发啦。哦，我地里发。哦呢，啊，这款物件真有当，个没有农药、啊、就可以啊，可以推广。好，咱即马5月20日哦，大家爱戒备哦，练歌啦吼。要去演唱的，这公园真公园哦，咱拢有破障王哦，下摆无偌久哦，反正叫恁去正经献出，正经看民俗给他唱哦。迄我是无推荐你，我推荐你讲啊，恁家唱听我听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荣誉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今嘛头拿排班啊，咱就安那想我来要做做做做做来排班。咱迄台一台火车吼，因为较久啊，十几年嘛吼，迄、那个绿色迄台，哦，迄台铸牌，大概较贵，但是迄台足上油诶，即马想讲甲卖掉，啊无拄啊藏伫遐嘛，拢咧纳税金。另外灰色诶小火迄台客车吼，因为较有力，伊个是手牌，所以爬坡较强，所以即马伫藏伫先耍。5月20日时阵，就感觉车无够用。哇！迄阵你若去卖掉迄台另外迄只客车，啊，就靠啥？靠咱通宵啊、动员啊。啊，即马伫这个赖族群内底吼，人主动替咱去招游览车啦。哦，啊，来回安尼一转600块，搁食一顿吼，啊，先说迄顿咱负责。人主动咧甲咱用啊，台北啊遐，人要招几啊台来啊。啊，所以咱他变做咱我讲，咱免去烦恼这，人主动咧招啊嘛。啊，来咱是毋是爱共招待较好咧吼？送一寡单咯吼。啊，单咯嘛是遐，咱遐卡棒啊，吼，啊加迄个包包吼，包包也有诶吼。拢会用提出来，互因赏，因为迄拢有扛咱大地的图腾。诶，因真正提出伊咧海东海，就我讲诶，阁未歹，阁海了好看。啊，做伊这真好，有人专门咧收集这。啊，这绝版品嘛，这无就无啊，嘿，但是咱都会使限量哦，即回会100包哦。啊，回个100包，啊，就这样限量，哦。咱也有一挂好的车，咱即马都会用国送，哦，啊，100分，哦，你先来先送，啊，慢来慢送，啊，但是咱即回迄个最初所出，咱有500分，啊，咱家己爱留一挂，上少嘛留咧100分嘛，只能100分嘛，啊，最初所出。人拢杀去做文献本献，所以最初所做爱变甲足精致。咱过来要办诶，即回即个办诶，即个是陈志宏台湾省过来要办诶是林茂生啊，林茂生台湾省诶队长。咱迄阵立体即个大理石雕吼。阿未注算，阿未正式落去，咱是较开工，咱家己尔。阿未正式去啊，甲接标，阿未哦。阿过来就是讲惊因亲情，因遐个事实要得嘞吼，咱较紧甲办，阿年纪拢大，就这样。啊，迄阵的技巧问题，看要安那办，因为迄地是半山腰吼，有诶年纪上大，他爬未起。哦，啊，迄阵咱阿过来想。但是现在先来有个二十号啊，过来7月17日高山人基金会啊，他150多人在参访圣山啊，但是一个月缺席哈，多拜席，因为先前部队啦，先前的看会看的人会先去看咱圣山，要安怎来导览较好，我、哦、这个很有意义啦，这真有意义啊，所以咱5月缺席，你要搞嘛？我阿兰，那些族群他统计一下，有时间呢去欣赏，啊，跟做导览，然后7月17日拜一，迄阵拜一。
咱那过来人较侪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好吧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所行的路吼，拢是台湾的光明路啦，吼，光明路未来台湾要行的路啊。凡走过，必留下痕迹。所以圣山是一个教室、教室啊。像恁伫圣山咧种咧，这彩条啊，创啥，我拢甲恁铺上网哦。画展的人有够多呢，啊，个遐狗啊，即马足穿。哦啊，饲狗的人嘛，穿噶，迄红穿几啊年啊，因啊，我大看哦，恁圣山呐，真好啊，啊，个大家食饭迄种，够真好嘞。啊，战败的时候已经是明星级啊、哦！他那个咱那边拢叫做素颜哦，素颜就是拢无咧伪装的啦吼、哦。我马上就 OK 的安尼，大家看咧足自然的，因为看咱遮大家拢真朴实的哦，所以迄水查囡仔看了真欢喜吼，啊，歹查囡仔嘛看咧都欢喜哦。啊，买查甫嘛看得真欢喜，啊，引导查甫嘛看得真欢喜，什么意思？素颜讲，哦，我这都含我的妈妈、阿妈同款，啊，阿公、阿伯同款，啊，阿爸讲，哦，人家嘛我做明星哦，啊，恁哥嘛我做，你听，啊，对我们常常在破这个文章，你唔知我做认真的呢。啊，咱认真咧播，恁无论啥，我未讲条理，搁比搁有点会，对，像主人嘛。啊，咱个网站是足济人咧看，哇，所以大家共同加油啦，吼，共同勉励。啊，即嘛时间超过七分钟啊，就是这样，大家有问题无？无问题啊，继续啊。我这里顶礼拜啦，伫文化中心吼，有台美人。伊约伫遐，伊嘛无爱来咱总堂，因咱总堂拢出去啊。啊，我讲到文化中心，要请伊食饭阁无爱，啊，伫遐讲两点钟。2017年5月20号以后啊，台美人有一个大活动，有得多啊多。讲咱这边袂好，我已经配合了，啊，就这样，啊，咱来配合。啊！你出头啊，咱做着，咱就阿美啊那边嘛，特别邀请咱去这回凯达个人学校。啊，咱都啊寄来，咱拢1000块落钱啦。因为咱1000块落钱要叫人吃多吼，吃不起嘛。咱拢上少啊5000块嘛，一个人5000嘛。啊，咱整个基金会都1000块，啊，咱嘛唔敢派人去嘛，还一灾嘛，一灾就讲贵宾证啊，好哩呀。哦，啊，你都去哦，歹势啊！咱来做杯干，干脆5000块准备去。啊，所以食饭嘛，爱人老安尼，咱就安尼啊。啊，咱即马就平淡去遐食饭，哦，啊，伊个指定咱来去，啊，咱就爱坐贵宾席，啊，贵宾席遐坐的哦，你那有通食？啊，一般一般，哇！想要吃啊，个歹势硬，人拢起，因也无硬，伊也无硬，啊！你家己第一第二好，你感觉都无差，5000块连面都了去，啊！所以啊，卖吃好了，啊！过来要叫你讲话吼，哇！遐济人抢要抢麦克风要讲，咱要去讲讲啥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开动第二个吃来咯，对吧？啊，无迄拢了去咧，所以咱即马像我个人，我是即马嘛咧招哦，啥物参会，啥物参会，连咪去当要爱参会，连咪去当个要参会，咱拢1000块，哎，啊好啊。对于点档的吼，伊人贵也多啦，啊，我拢无人去食，啊，拜托个啦，你打地也食吼，北部遐拢少少去食呢。啊，那要去点了钱，当然拜大恩钱去点吼。除非是迄种诶，但是迄种诶，他以前北部同事也不太愿意去吃诶，感觉讲人出钱叫人吃，哎，但是大家都表现得很快乐啦吼，拢拄着熟识嘛。好啊，报告大家，啊
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。